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，资深本土剧演员马如风昨经传猝逝死讯，享受65岁。生前他已《再见阿郎》走红，陆续演出《金色摩天轮》《风水世家》等本土剧。90年代他演出的电影《报告班长三》，至今蔡连长一角仍深植人心。昨各界哀悼马如风猝逝，网友更挖出《报告班长三》经典片段，悲痛喊永远的经典第三营第三连，向连长致敬，连长一路好走，永远的经典第三营第三连，连长退伍了。 R.I.P. 马如风是昨上午九时许被发现在南投的民宿浴室跌倒，且无呼吸心跳，紧急送往医院抢救30分钟，但最终不幸宣告死亡。南投竹山秀传医院医师接受民事新闻访问，指马如风遗体未有明显外伤，据知有中风病史，推究最有可能是心脏方面疾病，目前待法医相验。昨幸福来了制作人肖大陆也说，马如风随身都有携带治疗心脏的药。马如风昨传来死亡噩耗，翻涉幸福来了脸书，马如风曾眼红报告班长三蔡连长一角，翻涉 YouTube 相关影片取自 YouTube， 如遭移除敬请见谅。